Hello， 欢迎收睇《依大个仔》。有啲嘢要同大家宣布，就系嚟紧呢个星期一、星期四出片咧，要暂时咁样取消翻先啦。应该就会系喺逢星期一出片嘅改造。咁点解咧？个原因就系因为咁，其实嚟紧咧就会放翻多一啲力去搞屎棍嗰度。系啦，咁喺放翻比较多嘅力去搞屎棍度嘅时候咧，咁我自己呢一边嘅 channel 咧就未必可以好似之前咁样一个星期两条片啦。咁但系我系唔会就咁消失咗嘅，大家喺搞屎棍嗰边依然系可以继续见到我嘅。冇错，咁就系呢个少少嘅变动要话俾大家听啫。咁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啦，都希望大家之后一路继续支持。好，我哋搞屎棍见，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